可以看到这边，从日卡扎才开2个小时。是那间吗？哇，对，这些喝酒真的是啊，真漂亮。啊，好，这边好好好。好吧。好。来，我们在这边停下来。上厕所。哇。第一是拍拍这个秋天的杨树的树叶黄了，第二呢，就是厕所反正条件也差，我们唱个大自然的行吧。把外套加上啊，外面风很凉啊。自己下去找。哇。吴大哥挥挥手，刘大哥挥挥手，施大哥，刘大哥，你看，他连长出去了。这是我们可爱的小美女，李乐。哇，好有爱心哦！你看，这我们的神姐吴姐，一个多小时啊，还好了，快能。我帮你们当背景，你看哦，耶！哇，这里超多的哎，我们可爱的小妹，你看耶！邱阿姨。张美女。在我的室友。每一步都要踩稳啊！今夜踩的多。哇。你看，在树叶里冒险，你看，哦。刘大哥。让你们真的眼见为真。